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悠悠午后英格兰的实况频道，我是夏克斯。今天我们又到了每周四的监狱建筑师时间。那今天我就不玩剧情了，剧情我觉得再这样玩下去，我看玩不玩了。我就直接进入一个新的监狱，然后就开始玩了。那假如中间有遇到状况的话，再请大家有玩过的各位大大帮帮忙啊！好啦，那我就建立一个新的监狱。他这个要选什么？选择囚犯的性别，还可以选男生或女生哦。我是觉得没差了。所以说选择一个新的监狱，我是要怎么样用啊？建筑产生湖泊，产生建筑物，不要建筑物了。失败条件，帮派事件。奇怪，这个到底要怎样？纯沙盒的模式，一开始就可以随意花钱，不用等待。哦，这个就是爽 game， 都是玩爽的。不要啦，游戏要是没有一点挑战性，好像没什么好玩的感觉。好，我花三分之一的钱来盖地基。这样应该可以吧？还是用盖长型的会比较好。完全没有概念，完全没有概念。好啦，没关系，就这样子了。一切都是要重新开始，总是要学会勇于冒险的精神。然后门的部分，我要盖个监狱门，监狱的大门，监狱的大门，门在哪里？啊，门嘞？我叠加了监狱大门，监狱大门我就摆在正中间啊，还是摆在旁边？摆旁边好了，监狱大门。然后隔间等一下再来搞啊，一开始要先盖办公室啦。不用吧，规划一个区域当办公室就好啦，没差啦。安静看直播，因为别方监狱暴走，如新超载，先盖接待室，不要。他现在的目前的能力是什么？目前的任务是什么？全面开放，要容纳两个轻刑犯跟六个普通犯，等于说我要盖。监狱我要容纳几个人？八个囚犯的监狱这样。一开始应该是这样吧，然后我让他稍微加一下速好了，加速一下。喂，加速啊！他不理我啊，这个视窗这个界面感觉好像有点不是非常的灵敏。还有19000可以用，19000我应该可以花一点时间了。要有电力设备，要电力设施跟水利设施嘛，所以说电跟水各设定一个房间，10×10好了，应该可以吧，10×10应该刚刚好。啊哈，10×10，应该这样子吧，不能盖，为什么？好了，久了，我知道了。我不想要盖两个墙啊，先给他一个门啊。用监狱门吗？还是工作门？这边电力设施的部分应该用工作门啊，这样子我们的工人才能进去啊。啊，工作门在哪里？为什么我没有工作门？为什么啊？你看这边这个界面真的是，不对啊，员工专用门在这边看到了 ，shit， 还不给我摆啊？快点啊！为什么不给我摆？这边不这要铲除的意思吗？先移除路障。这个。有点不是很人性啊，不是很方便的设定。
我还要先铲除，我才能盖。敲麻环呢？不是我在讲，真的不是我在讲的，不是我在讲的麻烦呢。啊，这样子应该可以吧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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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厨房还有餐厅。哦，先让他跑。那这边真的很怪啊，血。为什么我一直按不到这个时钟啊？它都会出现一个，它不让我按下面这个啊。它有没有热键可以按？奇怪了，我发现这个问题，我发现这个游戏只要开实况之后，都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。自己玩的时候还好，但是你看。我能不能用乐剑啊？有没有乐剑可以按呢、啊？我看一下。附加功能选项，画质游戏。我是这样可以加速还是怎样？空白键。好了，算了，要习惯一下。这游戏要记得配图片才行，记得物件的图片才行。哦，然后还有餐厅，天呐，餐厅要设在哪？设定在哪会比较好一点？餐厅设在中间好了。我一开始餐厅应该不用太大吧？一开始餐厅小小就可以了。我的钱不够啦，我没那么多钱呢。又要餐厅跟厨房，厨房跟餐厅在一起可不可以啊？我可以用一个复合式的吗？我好像没有这么大的空间可以搞啊！完了，我总觉得我一开始就要 GG 了。好，先开始。我一直按到典狱长，这个是怎么回事？拘禁？他又不给我按了，shit！这个问题真的是常常会出来，常常会来搞人呢、欸。墙壁，拿水泥墙来隔，还是先规划电线好了。电线先规划好，设施先弄大水管。原本就有灯了，是吗？那些电力是原本就有灯的意思吗？哎、欸，真的有哎、欸，自动安装灯光，所以说我的灯是额外再装上去的。哦，难怪我不能装。哦，先拆除好了，先不要了。嗯，不是这个地方，移除拆除物件，先不要装这些灯了。哦，所以我是这个是多装的吧？我，呵呵，完全是脱裤子放屁啊，多此一举，多此一举。这样子，拆，把灯拆掉，真的是脱裤子放屁耶！好，让他们开始工作。我要赶快把电接上去啊！一开始好像有点困难，先把电缆线接起来，接到这边，然后电缆线再往上接，这样子吧。140块，有点，我总觉得我好像有点穷了。电缆线是说电缆线，它的灯是怎么接啊？会不会说没接到灯，然后它就不会亮？保险起见好了，这样子，这样应该可以吧？快没钱啦！Oh my god！希望我在我没钱之前可以盖好，不然就真的是没钱了。他有供电啊？为什么他没有那个？他为什么有那个电力没有电力的那个跟随？不可能啊！开启是我还没开启的关系吗？
这是灯，变电站，然后需要一些其他物件，其他物件要有一个，我还没配置人员呢，我这4700，我到底够不够钱呢？我先配置一下，在哪里呀？东西都是第一次看啊，所以说有点莫名其妙，看不太懂，看不太明白啊。厨房，我没有，我是没有规划区域，所以还没有解锁，是这样的意思吗？暖气炉，垃圾场，居留室，牢房，禁闭室。哎，为什么我没有厨房的物件呢、啊？它没有什么烹饪室啊之类的，好像没有这个东西、欸。不知道为什么会没有。水管也先配置一下。水管是我直接连着棒浦就可以了嘛？就是连着这个棒浦站就可以了。水管的话，这样子连吧，我这样子应该就可以四通八达。天啊，我总觉得好花钱哦。希望是这样设计，应该是不会被偷挖吧？因为之前一直有观众讲说会被偷挖什么的，偷挖什么水管呢、啊、地下管道啊之类的。这为什么我没有物件按加？我刚才按加为什么没反应呢？奇怪，那问题有些时候让我很匪夷所思啊。应该两个锅炉就够了。哦，终于有灯了，太棒了！结果再来是冰箱嘛，冰箱。冰箱放这边可以吗？它有没有一格的东西？文件柜、水槽，好像没有，不能这样放。冰箱，冰箱也两个吧，应该够了吧？这样应该不会，不用占太多空间。然后洗水槽的部分，水槽在哪里？水槽应该一个就够了。先摆一个水槽，然后自助坝吧，自助坝应该先一个，应该也够。没有这么多钱了，剩1900了，剩1900，我快破产了。一开始我就快破产了，天哪！啊，这边还没接电，电线还没有施工了，还没有施工完成。我还有马桶都没有买，欸，天哪！我这样真的活得下来吗？是不是盖太大了啊？我一开始是不是盖太大了？就马桶嘛。100块，1、2、3、4、5，哎呦，那个一下，6、7，然后床，我对他们超好的，你看，这个起床就有马桶水可以喝啊，200块不够，资金不足，哦不，资 金不足了，怎么办？我一开始有没有贷款可以贷款呢、啊？我没有贷款，可以贷款了吗？还是我先不要，我先把一些物件移除。我先把冰箱移除好了。我钱不够了啊，完蛋了！我这个不知道怎么盖啊，欸，很难呢。一开始难道不能给我们多一点钱吗？先用一个琉璃台就好了，一个就好了啊，不要太多啊。拆除物件。哎、欸，我钱没有回来。哎、欸，可以贷款啊，
银行贷款零。这阿金不是有实况过？好像有欸，我有点忘记了。拘留中心达成拘留中心哦，有奖金是吗？建造一个一间拘留室，建造一间浴室，建造一个广场，建造一间厨房跟餐厅，至少雇用两名警卫跟两名厨师。天哪！一开始我就要输了，补助计划。哦，有了有了，我按下去之后他就有钱了。哦 ，nice， 欸，超 nice 的，太棒了！我感受到游戏的善意了。他说建造一间拘留室、一间浴室、一个广场，还有一间厨房，雇用至少两名警卫，雇用两名厨师，太棒了，超级有善意的。我赶快趁这个时候，安装一下。然后拘留室我要盖在哪里？这里有浴室了吧？我水管先接起来好了。我在想这边的水管应该不会到没水吧？没关系，等到时候再接。这边应该也可以要接，这边也要接一下，到时候我也接到洗水槽。哇，我需要加一点变电器，电容啊，我的电容好像不够，一个1000块，这样子。是我刚才钱没有还给我啊，我还要设定一个广场欸，拘留室，我要设定在哪里？拘留室。拘留室应该不用太大吧？拘留室应该小小的就可以了吧？拘留室盖在这边好了，六好了。拘留室这样就可以了。门，监狱门，监狱门，我会常常把这个看成门，规划房间这个部分，监狱门。一间拘留室，啊，这样应该可以，这样应该可以吧？好，他还有达成时间是吧？啊，不是，还5个小时之后犯人就会过来了，快点啊，大家动作快点，我的时间不够多，啊，太棒了，谢谢。拘留是最小5×5，室内要有马桶、长椅啊，那叫麻烦，这个铲除了啦，拆除墙壁，如意算盘打得太好了，最小5×5。我这个到底多大啊？看不出来啊。6×6，5×5应该这样大小应该差不多吧。长椅子，其实我觉得拘留是 CP 值蛮高的。雇用至少两名警卫，先等他去盖啊，希望他盖快一点呢。我现在好像快没有时间了。拘留是要有长椅，我要先等他把这个东西拆掉啊，我才有办法盖啊。这个可以拆除吧？先，不是跟随，先拆除，然后给他一个监狱门。哎呦，不是这个，监狱门有点困难呢。哎，大家稍安勿躁啊。我没办法啊，这个第一次玩这个游戏会觉得有点困难。虽然说我已经有玩过什么教学模式，不合封闭空间需要用
墙和门围起来，哦，不是用门围起来的吗？需要马桶跟长椅，马桶，一个马桶应该够了吧？进来就看到一个马桶，然后长椅应该这样应该够。接下来就是水线的部分，水管要先接好。嗯，哦，没事，没有再闪就没有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门先开起来啊！哎，不是啊，他不让我选开启啊，他不让我选开启啊！Fuck！哦，shit！不要这么，哎，这真的很难用哎，为什么我的界面会这么奇怪？我要开启门啊！他现在是没办法开门，所以说要两个警卫，先雇佣两个警卫了。然后两名厨师。这边是，等下，为什么没有亮？是没有灯的意思吗？开启啊！哎、欸，不是丢弃啊，不是丢弃啊，fuck！哦，它真的很难按呢、欸，真的很难按，不是我在讲。开启嘞！哇，囚犯都到了啦！哦哟，北七耶、欸，什么啊？什么意思啊？等一下，为什么不合啊？封闭空间需要用墙和门围起来，我这不是用门围起来了吗？拘留室是有拘留室大门的意思吗？还是安全门？奇怪，为什么啊？大家看得懂吗？按下面一点。重开游戏，我觉得重开游戏是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，应该一次盖一种，先拆掉好了，这个不符合规则，至少5×5，至少在一扇门的后面，不符合规定，这样符合规定啊。至少一扇门的后面，我现在不是在一扇门的后面了吗？Fuck！我不是在一扇门的后面了吗？一定要这样子？哎、欸，什么意思啊？不合格。哦，快点好不好？一扇门的后面这样子，不懂哎、欸，看不太懂。牢房和餐厅不安全，没有危险，犯人会绕跑。而且这个没有分配到囚犯是什么意思啊？没有分配到囚犯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有，只要3块为例吧，这个成本太高了。是哦，但钱都花下去了啊，来不及了。我现在赶快达成这个成就啊！牢房无法通往任何餐厅，囚犯将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用餐。啊，我这边不是有盖餐厅的吗？没有囚犯被分配到餐厅用餐。我是要怎么分配？啊？不懂啊，没有典狱长没办法运作，没钱了。可以把它放在房子里面吗？我这个我不知道，没试过。没有典狱长不能预作，真的假的？资金不足，没钱啊啦，贷款呐、啊，不管呐、啊，都贷都可以贷。不是啊，广场为什么不合格啊？等一下，我受不了，我觉得我要先存档，先储存监狱。等一下，我要重开游戏，这个让我受不了啊！
不能按啊 ！fuck， 气死我了！这游戏怎么那么鸟啊？这奇奇怪怪的问题，真的是很气。他那个按钮明明就在那边，结果按下去就是没办法按 ，fuck！ 为什么啊？没办法通往任何餐厅。游戏开全萤幕的吗？没有啦，游戏不是开全萤幕的。它游戏是视窗化的、啊，没有视窗化怎么截取？没有视窗化没办法截取啊。重点是为什么有些它的需求好像都，它到底是怎么判定的？我不懂啊，我主要是我不懂为什么它这是怎么判定说现在又正常了？它是怎么判定？这到底是一间牢房还是怎样？然后我要怎么规划他们去餐厅用餐呢？那我怎么规？我要怎么规划？我餐厅已经盖好了 啊，有东西，有食物，有。这里到底是没有囚犯被分配到的餐厅用餐？是没有配？哎，是我没有规划用餐时间还是怎样？是吗？我是不是没规划到用餐时间？工作不对啊，囚犯补助计划不是啊，要用道路，真的假的啊？他们难道不……啊天哪，这个游戏真的太蠢了！不是我在讲，铺路石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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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冷静一点。这样子吗？太蠢了，不是我在讲。洗手台不用吗？我有洗手台啦。欸，真的呢？是什么？他在讲什么？看不懂啊，他讲英文。这边有墙壁。这边盖一间储藏室，我可以把储藏室放在啊规划房间。储藏室在哪里？仓库有了，仓库这边吧。办公室，我把办公室设在哪边会比较好一点？设在中间吗？中间好了，我们来一个中控室办公室。办公室有没有什么需求啊？最小4×4，4×4，4×4，中间一点好了，4×4，这样子。然后办公桌、椅子跟文件柜，办公桌、椅子、文件柜，办公桌。哎，真的要铺路石呢？哇，这个人生是黑暗的啊，然后完全没有在没有亮光的地方啊。他讲这个英文是什么意思啊 ？Warmth 什么是这样念吗？办公室，办公桌，办公桌，椅子，然后文件柜。超级简陋的办公室，这应该可以吧？室内嘛，没问题嘛，对不对？超级方便的，有吗？这广场好像也莫名其妙合格了。囚犯觉得太冷了，是哦。不需要路，但是我没有铺路，他不会过去呢。确定不需要路吗？暖气机，我还要帮囚犯安装暖气机，对不对？